你这是在找什么资源？花姐怎么走这么早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晚上谁陪侯总去应酬啊？哎，你一天三不打眼，闷闷出出的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叶副总让我去，还让你去？你能干嘛呀？他让你去。 姐姐客气啊，走了。侯总，今天晚上我陪您去应酬，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你陪我去应酬？啊，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就是挡挡酒。<笑>喝酒我没问题，但是侯总，您对我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？没有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真的？当然真的了，挺好的。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当您秘书啊？不是，哦，你是说这个事情啊？这个我认为啊，王红，你干的不错，这个和满意不满意这是两码事，你可千万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啊。那您没有对我不满意就好，那我就改进，改到您认为适合为止。<笑>你工作态度真好。 你想当我秘书吗？当然了。真的呀？对啊。其实呢，这个当不当秘书都无所谓，都是为工作嘛，为了单位是吧？岗位无所谓。那这样，下班之后你来找我，咱们一起去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 心彤啊，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啊？哦，我挺担心的。来的比较急，没有带东西。 怎么可能呢？鲜花配美人，应该。<笑>想死我了！想你想，在公司天天见，不用客气了。那不一样，公司那个叶心彤，那个是侯总的秘书，现在再加这个叶心彤，那才是我女朋友。来来来，我们一吻，想不想？ 都是我一直一直亲手给你挑的，我的宝贝儿啊！那你还把我送给侯总？哎呀，你放心，啊，只是暂时的。我向玉皇大帝保证，啊，等我赚到了钱，我让你过神仙一样的生活，我让你变成全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，相信我。 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你们男人啊，不能有钱。嗯，我跟别的男人不一样，他们都俗。不有那个比喻吗？就是妈跟女朋友掉河里面了，先救谁？我向你保证，我先救你。我就是把我自个儿淹死了，我也要把你救上。哎<笑> 谁呀？这大半夜的。去看看。侯总，您好。
您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告诉我你家在这附近吗？正好我路过这儿，上来看看你。我好多了，谢谢郝总。是吗？您，请进。方便吗？这就好，我就是过来看一看。明天上班你别去了，等病养好了再上班。谢谢侯总。挺好。要不我给您泡杯茶？啊，别别别，不必了不必了，我回去了，啊。那您慢走。啊，好，再见啊。哎。有时候一天看不见你，还真挺惦记的。郝总，其实我也挺挂念公司的事儿。是吗？那我走了。啊，好。好。那你慢点。色胆包天了，这老头儿，啊，他都追到这儿来了。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知道我现在我听成什么了？这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你，我还挺想你的。他这是暗示啊。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？啊？如果有，你怎么怎么办？我打断他腿，我打断他腿，你信吗？你还有这本事啊？醒醒，上不上班了你？哎呀，一大早上就大声喧哗，我今天上午休息了。你说这贵妃歇班，皇帝也不早朝了。哎，姐，你说我王红，我哪点不如叶心桐啊？干嘛问这个？你看那侯总一天天的，根本都不理我，被那个叶心桐迷得五迷三道。其实我觉得呀，你挺好，真的。你呢，可能就少一样，哎，就一样啊。跟我说说。你少智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滚！别找啊，别打情骂俏的，这么多人在看着，我还想找对象。你找我呀？找你？我那点工资还不够你买双高跟鞋的呢。是，来，就你那赵思雨哈，
你别看他现在这样，是女人都会变的。你再过个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指不定他什么样呢。啊，他买一双高跟鞋就顶我三双高跟鞋的价钱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。哎，他就是让我卖鞋给他花，我都乐意。哎，我乐意。发贱了，发贱了。那你就是嫉妒，你嫉妒。喂，赵思雨，昨天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昨天是王红姐陪着侯总去的。怎么是王红？我不是让你去吗？因为我心里没有底，王红姐就替我去了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安排你的工作，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你就让别人去做。对不起啊，心动姐。王红，昨天是你陪侯总去吃的饭啊？是啊，谢谢你，我身体好多了，以后啊就不再需要你陪了。没关系，我又不觉得麻烦。那也谢谢你。鸡脚汤不负奖励啊！哎呀，小红啊，嗯，你说我这几天不喝你的汤，这心里还真是发慌啊！哎，你是不是往这汤里下什么药了？对，下药了，我下的是啊迷魂药，你喝不喝吗？喝，我一定喝，迷魂就迷魂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们公司那文化街的投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吧，小郭，这还真不是我批评你，这个事儿你得用心呢。我当然用心了，我怎么没用心呢？就因为这事儿，我都上赶着去陪侯总去应酬去了。但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个叫叶欣彤的？就那叶欣彤，她天天就盯我，跟盯贼似的。一听说我去应酬的，她吓得连病都吓好了，直接就来上班了。你说我哪有合适的机会啊？对不对？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没。是吧？我有个重要的情报要提供给你。神秘兮兮的，什么情报？快说。这个侯总啊，他是个老色鬼，你想搞定他的话，并不困难。老侯是色鬼？怎么了？反正凭我一个年轻女人的直觉，他侯总就属于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那种老色鬼。反正信不信由你，不信我也没办法。来，喝汤。侯是色鬼。老侯，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我要等你召见我啊，我得等到下辈子去。哎呦，老同学，你这话说的，我真是忙，要我就约你了。哎，我说，老侯啊，不管你有多忙，这个周末你必须要抽出空来。干嘛？干嘛？哼。你以为我来找你要的项目啊？俗，这礼拜我们是想请您演讲。演讲？我来演讲？对呀、啊。你有没有搞错呀、啊？我是公司老总，不是大学教授啊。哎呦，开什么玩笑啊！老侯，当年咱们电大同学毕业的时候，你在毕业典礼上那番慷慨陈词，人都称你是侯铁嘴儿。您现在是文化人，是作家。哎，你这见多识广啊，你什么都可以讲啊。你讲讲这个对艺术产业发展的见解，这题儿多好啊，手到擒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题目可大得去了。看，老同学，没有文化的队伍是愚蠢的队伍，而愚蠢的队伍
是不能够在市场上赢得先机的。哎呀，我说你搞啥名堂啊？这到底？那边不，什么名堂也没有，你也别操心啊。今天咱们老哥俩见面，您就算是提前给我面子了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能再搞这花花肠子了。上次那自行车事你还没说清楚。别！自行车事咱打住啊。那是老同学咱俩之间的情谊，咱俩之间的情谊这事儿就不要提了。如果老侯您觉得心里好像有点这个是什么事，咱就算这次的您演讲的聘金或者是劳务费，行了吧？咱就这么定了，可以？好吧。是啊，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本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那真是太可悲，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传承下去那太可叹了。文化之于生命，阳光之于植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！哎呀，侯老师太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太好！来，快走！哎呀，快走！行吧。哎呀，听了您今天这番演讲啊，我是三生有幸，太受教育了。听得我是热血沸腾啊！我现在是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我给侯总端杯酒，侯总您喝了我高兴，您不喝您是嫌我丑。来吧，我的老同学，一套一套的，太精彩了，讲得好，讲得好。年轻人真有活力。是啊，说明年您就退休了，到了这年龄，这一辈子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现在怎么说也到了该享受的时候了。享受啊！哎呀，我这个年代就没享受，吃了一辈子，到了21世纪才开始享受。可人老了，人老了。哎呦，彭总啊，你说这人生就像一杯茶，可以苦一阵子，那不能苦一辈子啊！您现在年富力强，也正是享受的时候。真会说。姑娘们，侯老师侯总老吗？不老啊。你听听啊，对不对？老不老我自己。哎呀，侯老师，侯总老吗？不老啊。时代的强音呐，来吧，啥话也别说，最亲是大哥，来吧。我先干杯去。侯老师，不能走。今天讲的太精彩了，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第二场演讲吧。第二场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你跟我说好就一场？哎呦，那我的老班长，好事成双，您怎么着也得今天给我们来第二场演讲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快！您不能拒绝这掌声啊！哎呀，您鼓掌，我的血压上来了。稍微喘口气，还有第二场。好，哎呦，我的猴哥哥哟，慢点，你真重了，你少喝点。哎呀，来快，哎呦，好好歇着吧啊。小鬼，哎呦我的妈，那么点小鬼，瞧你脑门子汗。梦见小鬼了，梦见小鬼了。大白天的怎么梦见小鬼了呢？来喝口水。你不会做什么亏心事了吧？怎么
么说话呢？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，我开个玩笑嘛，你看你紧张。那做个梦，做个噩梦，梦见小鬼就亏心事了。这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最近工作呀，确实挺紧张。我想好了，忙这头带你去美国吧。美国？啊？你怎么不带我去非洲啊？莫斯科也行啊。这贫死！你是不是憋着去看你前妻和你那宝贝儿子呢？不去，说你也不许去。干什么呀？这是本来好心带你去溜达溜达。宝贝儿子是在美国，可是我不是去美国看我那前妻，前妻就算了，他跑了美国，就是为了抛弃我。这点我都跟你说20遍了，不是？哎，男人都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哎呀，行，啊。侯心神不宁，昨天刘一斌的安排让老侯觉得自己的清白就这样没了，作风问题一直在脑中萦绕，他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。侯总，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色不太好啊。没有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吧？没有，挺好的。那啥，有事吗？啊，这是我写的关于设计方案的选择意向，您看看。啊，好，那放这吧。那什么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这两天晚上的应酬吧，你帮我推一推，我有点累。好。您真没事啊？没事，我挺好的，我怎么还有事吗？我，那您好好休息啊。文化街的项目刚刚启动，内外的诱惑让老侯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哎，这侯总的门上有什么呀？你这看半天了，你没觉得今天奇奇怪怪的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啊？哎，你说这侯总一天没出来吧？那叶欣彤也跟着他一天没出来。哎呀，皇上累了，需要休息，贵妃也跟着歇了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哎呀，你这脑袋反应迟钝，我跟你说不明白。那你聪明啊？哎，对了，说件正事啊，那个画展宣传册你搞定了没有？啊？什么？宣传册模板。哦，哦，我知道知道，再给我2天时间啊。还2天？不是，你喊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可凶的？你不是我老板。不是，我要宣传册模板，大姐。我知道，能不能别叫我大姐？你把模板给我，我叫你姑奶奶都行。进，霍总，啊，这是画展的计划书，您看。好，好，好。那啥，啊，好，我还有事儿，我要先走。您那啥，明天你来找我来啊，有事明天说。不是，哎，侯总，侯总，报表，我有事先走了啊。哎，侯总，哎，那新农拍摄送您啊。不是，我打的，打的。那您慢点啊。今天侯总怎么了呀？
行，给我吧，回去我自己研究。哎呦 ，iPhone 6，最新款。又是别人送你的？瞎说，我自己买的。你自己买的？啊？怎么突然间对我那么好？哎呀，那天吃饭你不说想换个手机吗？正好今天我路过那儿，我顺便就给你买一个。我进屋了啊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回房间看个文件。文化街的项目，让老侯家里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。老婆、公司、项目，老侯心里快装不住这些事情了。老同学，老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又来了你啊？啊，出去出去出去，快！哎，别，老侯，你可把我害惨了你！别，消消气儿啊，气坏了身子骨，咱得不偿失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行了吧？我的妈，你！哎，我说，啊，这两天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？没惦记那个小妹妹？我惦记她干啥呀？我告诉你，自从出现这件事情，我这血压和心脏砰砰的跳，我真害怕，我整夜睡不着觉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好好笑，干什么？这是办公室。老侯啊，我亲爱的侯哥，您从头到脚全是优点，但是就是在这事上，单纯，太单纯了。不单纯，像您这种单纯的男人，社会上现在基本上没有。干嘛呀？都是男人，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都有第一次。那当初我也是做噩梦、失眠、困乏这些东西，不，后来呢？习惯成自然就好了。哎呦我的，后来遇到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没事，不着急。咱们都是文化人，起早贪黑、点灯熬油，累个臭死，精神上不需要做点调整吗？不需要做点调，调整什么调整？要整出事来。等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，吃。吃饭，吃饭呢？哎，吃饭可以。我跟你说，这事都得免了，可以免，知己一个不能少。老婆，记住兄弟这句话，无论再怎么喝，精神上需要调整。我先走了，快走吧。哎呦。来，走。哎呀，大家啊，姑娘们，侯总今天是咱们的嘉宾啊。今天我们能把侯总侯老师请来啊，这是相当的不容易。不是我这一病，你看你又来了，不是说好了不走？哎，侯总，别见怪啊，男人不喝酒交不到好朋友，是吧？哎，再说到了您这个年龄，那就是调整放松，再调整再放松，是不是？就跟那歌里唱的是吧？不疯狂，我们就老了。行了，为失去的青春干杯吧！就是，来，我们共同敬侯总一杯，谢谢侯总。设计项目的资料，啊，好，哎，你过来，你看看我这字儿写的怎么样？呀，真好看。您的字儿是越来越洒脱了，是吗？啊，字如其人嘛。哎，侯总，啊，您最近一定有什么开心事吧？我哪有什么开心事儿？真能开玩笑！我呀，活到这把年纪，哎呀，
其实呢，我什么都想开了，真的什么都想开了，想得很淡。那，您能跟我说说心得吗？心得，你把它念一遍，念念。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哎，谁写的？李白的名句。哎呦，可以呀、啊，这真得刮目相看呢、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问你，李白写这个诗句，当时是什么心情呢？我想啊，他跟您现在的心情肯定是一样的。跟我现在心情，哎，我现在什么心情啊？郝总。啊。这是几项的资料。哦。好好，来，我把它写完啊。好，给写完。这老头前几天还要死不活的，这几天又活不得要命，他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吃春药、啊、别闹。哎，对，这两天我跟他提设计公司的事儿，他没有接茬，你说他什么意思啊？你比我了解他呀，你都不清楚的事儿，那我哪能知道。你是男人啊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男人。男人哪有一好东西？哎，算你有自知之明。真不好意思，侯总，又麻烦您送我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能给你当一名司机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你看，今晚的月亮真的好漂亮，使我想起了一句话。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是啊，真美。不过我不太懂，可听您这么一说呀，真的很喜欢。谢谢你。哎呀，千金难买一知己，月色撩人。
静静的赏赏月。侯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妈妈在家。上你家坐一会儿，喝喝茶，静静的。侯总，不好意思。那好吧，你先回去，我也该回家了。侯总，您叫我啊。你昨天拿那个资料我看了，不行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不用心。怎么会？那用心不用心我还看不出来呢。我跟你说，一定要动脑筋，好好想一想。这个家公司不行，下家公司。我们现在选择面非常宽，不能局限于就这一个公司或这一两个公司，那哪行啊？这个项目它不是一般项目，市里非常重视，这是一个文化品牌。你去把王红红找来。去吧。
郝总，您叫我啊？啊。哎呦，这衣裳挺好看的啊。哎，王红。嗯。我最近发现你对工作特别的积极，啊，大家也是这么反应的。是吗？这都是应该的。我对工作啊一向积极努力。你在这个出版干了能有两年了吧？嗯，快三年了都。是吗？嗯。啊。哎，你看我这字写的怎么样？这我哪懂啊，我也不会看呢。来吧。那我看看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侯总。写的真好看啊，是吗？真好看，特别美。你对美还有所追求啊？嗨，我也不是很懂，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字写的呀，真是不一样，特别好看。是吗？哎，要不要试试？不行，我哪会写呀？哎，练嘛，来，试试。那行，我试试。别，你还没粘呢，哎，这都它都有程序的，哎，不是你这拿的不对，这，哎，你别像拿铅笔似的，哎，来，哎，你看漂亮吗？真棒！其实你挺有天赋的，哪天我教你啊。好，王红啊，我现在想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。最近呢，各部门把项目啊，这个表都拿来了，我看了之后呢不满意，我想让你重新看一遍，拿出你个人的意见来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。让我吗？啊，就是你啊。那好，我待会儿就去啊。好好好，你管那个小叶要，就是我说的。我找他要啊。那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让你去管他要，你就管他要，因为现在你来接手这件事情。不敢。不敢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给你撑着，去吧。那好，好的，侯总。要努力。侯总，拜拜。这笔写的还有点意思。叶欣桐啊，待会儿把那个文化街设计方案拿给我看一下啊。你看。是啊，刚才侯总交代过了，说让我看完之后跟他谈谈我的看法和想法。侯总怎么说的？当然是了，大家都在，我还能骗你啊？别弄乱了。设计方案没通过，摆明要请。出去干嘛？你不会去文化所告他吧？哎，我都说你别管了。
你别那么冲动行吗？哎，你想想文化街啊，想想我们的未来，你不想赚钱吗？你别这么干，你这样干全毁了。听我说。哎呀，我都说你别管了。哎，姑娘。写着呢吗？自己看、啊。这是写着呢，问题是我看不懂，我才问你的。看不懂我还让你给我讲什么？真不懂。我，你什么态度呀？你有什么可拽的呀？文化各有高低，我就这样。你这样可以啊。问题是现在人家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我，让我来看他。我现在看不懂，那是你的问题，是你没有写清楚。我觉得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看不看得懂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你觉得清楚就清楚啊。侯总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我，但是现在你没有写清楚，我看不懂，那就是你没有写清楚。大家啊，你说是他没写清楚，他还非不跟我讲。哎，你别走，回来回来，给我评评理。侯总，你不要侯总左侯总右的。喂喂，干什么？你了不起啊？啊，当然了。小点声，吵什么吵？这是办公室，办公区域，成何体统？哎呀，他没写清楚，让他给我讲讲，他不愿意。你把你工作交接下，给忘了。知道了。有事吗？嗯，设计项目的事儿，您啊，这个事儿啊，这个我看了，不理想，一般。我希望你再动动脑，好好想想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希望，好吧？我先走了。亲爱的叶欣彤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汪明阳先生吗？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，嫁给我好吗？啊，亲爱的。想什么呢？欣彤，你就答应嫁给我吧，好吗？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你现在变得越来越优秀了。我怕，如果我再不向你求婚的话，你会被别人抢走。结婚戒指，我精心为你挑选的，漂亮吧？想好了吗？哎呀，多漂亮！我就知道，我的叶欣彤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肯定要有她的要求。
是我设计公司的股权，50%无偿赠与给我。你知道，这家公司我苦苦经营了10年，代表我全部的心血，我全部的积蓄都在上面，它等同于我的命。我现在把我的命一半分给你。他是你的命，现在也想让他成为我的命，是吗？愿意嫁给我，这份合同就是我们两个人爱情的见证，也是我们两个人的未来。叶欣桐和汪明阳各怀心事，今天的求婚让两个人的利益同盟达成了，两个人心照不宣。早给人叫起来干嘛呀？烦不烦呢？正事要紧。什么正事儿？打麻将是正事儿。哎，那你得看着跟谁打，为什么打，怎么打。这老胡不是让你参加王法杰的项目吗？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得趁热打铁吗？你打你的铁呀，你拉着我干嘛呀？打铁首先要本身硬，三缺一，你不伤针谁伤针呢？你以为我愿意拉你一块出来啊？啊，你不愿意带我，那你找别人吧，我走了。哎呦，宝贝儿。我这是跟你开玩笑，我心里想的只有你，你是我女朋友嘛，我就喜欢你呀、啊，好好陪着我，好吧？妈，走。这什么牌？我上个厕所啊！啊，在房间左转啊，洗手间。哎，往哪儿瞅？瞅我，瞅我！这什么情况？这都领我家来，这是我单位的人。普通朋友，普通朋友，充其量你就算个忘年交。普通朋友，说这话。谁信呀？哎，这还真别这么说，嫂子，信不信有你们，我这是心照不宣呐。进来，别来，进来，进到谁的了？我了。哎，老冯，你今儿手气不错呀。嫂子，真说着了啊，侯总今天在这牌桌上运气是真不错啊，这是稳准狠，杀错收，错败我了。老手，人家这是高手。哎呦，哪有，他平时在家根本不打牌。行了，别再说我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家文婷说的是最准确的。我对麻将不感兴趣，都知道。最可气的是什么？有人说麻将是国粹，
当时我听了这句话之后，我疯了，我疯了。哎呦，真的，什么叫国粹啊？国粹是京剧啊。什么叫国粹啊？国粹是书法呀。对对对对对。什么叫国粹啊？什么叫国粹啊？那是文化，那是文化。不愧是侯总，不愧是文化人，也不愧是作家。你看人说起话来，时时刻刻不忘文化。人搞地产项目，那还都是文化街。哎，说到文化。啊，咱俩有一项。哎，啊啊，那个侯总，我还想问您一下，咱们那个文化街什么时候招标啊？文化街啊，这个项目挺大的，市里非常重视，我们正在考虑拿出个合理的方案。不过我会考虑啊。小红，您去。侯总，我这女朋友让您见笑了，就太实在了。小红啊，咱今天这是陪侯总跟嫂子打牌，图高兴。你提什么文化街招标项目啊？项目投标的事儿，侯总早把咱放在心上了。那咱是头一波，我俩啥关系啊？对不对？我上电大这是我的老班长，你问当时那班里头啥事儿，那不是交给了咱们？对不对？别提文化街的项目，惦着咱们呢。哎呦。这是几啊？哎，别动！怎么了？八万啊！我让你一天嘴不停地说，看不看？哎呦！我说，来吧！真壮啊！哎呀，知道有手机壮，不知道有你这么壮。来来。哎，爹。你说你这一天你就输了10000多，你也真够背的了哈。手背，这是技术活，就老侯那臭水平，帮他胡一把牌，还不死我多少脑细胞呢？你的意思是你是故意的？你哪怕比现在再聪明一点点，我就能省多少心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上车吧。设计方案的项目，决心改善和老侯的关系。侯总，设计项目的事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想好了？谁想好了？假想好了？要不，我下班的时候刚回趟家，我把资料落在家了。上你家？上你家谈工作，这不能谈吗？家里不是更好吗？别人，家里
在家谈工作，可以设也可以是吧？关键是不方便嘛。方便？怎么会不方便呢？好好好，那就那么定吧。那啊，等你啊。啊好。什么情况这是？晚上？哎，小顾啊，我这个今天晚上要加个班。哎呀，他们这个计划书写的也不好，而且市里领导现在着急要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这个晚上准备开个会。不是又回来晚，这工作忙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是晚一点吧。啊，好好，那你就先睡吧，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总，您的茶。啊，啊，那放着吧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哦，好像快下班了吧。哎呦，我上次上你家来没发现你家这个窗户这采光这么好。我跟你说，采光非常关键，直接影响人的身体。哎哎哎，拉窗帘干嘛？我的资料要暗一点才好看。Thank you.
侯总，放心，我们一定完成这个业务。好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好。怎么样？谢谢侯总。都办好了。钱呢？一周内到账。天堂，你为咱俩算立了一大功。没什么，我自己也是受益者。你后悔了吗？你呢？说不清楚。那就别说了，等着收钱吧。靳东。钱一到账，咱俩马上结婚好了。好啊，那一定选个好日子。你笨不笨呢？我这么笨怎么了？这么笨你别跟我在一起啊！行，你说你才刚把那项目拿到手，这才几天呢啊，还没捂热呢，又让人给抢回去了吧？你说你还不笨吗？有什么用啊？你这刘一斌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给你当女朋友的，我会煲汤，我会做饭，我会洗衣服不就行了吗？你干嘛把我搞得跟间谍一样呀？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不干那么多事儿，我能赚到钱吗？啊，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我没钱，我拿什么养活你啊？那你不接那工程，你就没钱了。是。为什么呀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别管了。总之，你给我上点心思，给我帮点忙。夫妻就要夫妻的样子呗，咱已经是两口子了啊！讨厌！哎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吓一跳？哎呀，他们吓一跳正常，我估计侯总会胆战心惊的。嗯？你有毛病吧你？王红这样的这个嗅觉敏锐的女人都没发现你们俩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谁嗅觉？哎呀，事情呢是比较突然，份子钱呢就给大家省了，婚礼呢我们就不办了，准备出去度度蜜月而已。捎带的东西啊，我从饭票店都给你们带回来。太好了。哎，侯总啊，侯总来了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不工作了？侯总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哎哎哎，干嘛呢你们？哎呀，这，嗯，呀，霍总啊，您可能是最后知道的，我跟欣桐呢，相恋已久，我们结婚了。结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啊，昨天，就在昨天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没有提前的告诉大家。因为我跟欣桐呢怕影响工作，所以就没有跟公司的同事们说。侯总啊，消息也是最后知道的，真是不好意思。
侯总啊，哎，对对对，洗他那个啊，好好好，沾沾喜气，沾沾喜气，这个一定要吃，喜糖一定要吃，是啊是啊，祝贺你们，谢谢，真的大家都得祝贺祝贺哈、啊，你们俩是我们公司的人才呀、啊，哪里，衷心佩服你们，哎呀啊，我们公司啊。应该多出几对像这样的家伙，我衷心祝贺你们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，和和美美。谢谢侯总，好，那我就过去了啊。哎呀，侯总啊，我们两个人呢，准备蜜月去美国夏威夷那边去度。然后您看，要是有什么捎带的东西，毕竟恐怕最近去不了了。最近我们公司上了个大项目，过个阶段的。对，文化界的项目。放心，我跟兴农呢一定会把手头的工作做好，绝对不会影响工作。好，祝贺，祝贺你。啊，那你们先啊，乐呵吧。啊，哎呀，侯总。同事们，今天晚上喜酒一定要喝，份子钱我一分钱都不要，大家呀都要到位，一个都不能少了，啊！晚上啊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门关上。您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，啊？结婚嘛。谁不让你结婚了？你结婚。这也是对的，不是你跟他完了，你又跟我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这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？关系大了去了。郝总，他呀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当然了，不知道不更好吗？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结不结婚，跟谁结婚，都不会影响我跟您相处啊。那当然，知己嘛，知己就是知己。哎呀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在我心里呀，您重要。是吗？但是，也得收敛着点儿。你说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，这要是叫别人看见，这成何体统，多尴尬呀、啊！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我这个人都知道，我是有道德底线的。我看，要不咱就算了。侯总，快！好，厉害！
茶都给您沏好了。是吧是吧，来来来，你坐，来来。好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。来晚了一步。这个有关领导部门呢，把我召去了。召集什么意思呢？让我汇报一下工作。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我们文化节这个项目已经并入轨道了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！哎呀，我首先啊，我要感谢叶新彤，因为这个项目呢，一直由你来抓。再次感谢，谢谢侯总，也谢谢大家。哦，你看这个同志多谦虚，很好，继续努力。在回来的路上啊，我在想一件事情，因为有一个同事啊提醒了我，说老侯啊，你们公司这个文化节项目规划这么好，这么大，啊，规划的时间又这么长。不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项目所能承受的。后来我受他的启发和启迪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。对，我想成立一个文化街专项部。这个文化街这个专项啊，以前一直是叶新彤在管这件事情。下面有任命叶新彤同志为这个部门的经理，享受副总的待遇。王副总，你有啥想法？说两句，来来来，王副总说两句，来来吧，你看你怎么了？你坐下说。我赞成，赞成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。那个新彤姐实至名归，我也赞同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那这件事情就定了。叶总，你说两句，说两句，说两句。好。说两句，嗯，再次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以后我会更努力工作，来回报侯总对我的关心和信任，谢谢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坐吧。发现你呀，真肉麻！怎么了？哎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新彤姐实至名归，什么？哎，人家付出的多，好不好啊？你眼红什么呀？跟你说啊，你就是个马屁精！我怎么马屁精了？我少拍你马屁了啊？红姐，姑奶奶。我那宣传册做好了没有啊？我做它干嘛？做它有什么意义？我才不做。那你想做什么？你也去文化街？怎么着？你这言外之意，我就不能去文化街了？他叶新彤能去，我更能去。那你呀，就打个报告，快点去文化街专部，好不好？是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对，只要把你这个位置空出来，给我找一个能干活的人，怎么都行。行了吧你，哎，你说这汪副总怎么想的？想怎么想？他全公司的人都看着他头顶上戴了一朵绿帽子，你说他还顶得那么理所应当？你懂什么呀？啊，人家这叫脖子硬，这才是真爷们儿啊。你说啊，这现在世界太不公平了，像叶新彤这种女人呢，竟然还有人娶。人家嫁妆多，你比得了吗？好好想想吧。是啊，你说的倒还真有道理，她嫁妆多，谁比得了？世子方案的事儿也不能太糊弄了，你让小罗他们再改改。行行行，等等，何老师，合计这么认真呢？几百万的事儿呢，再敷衍也得做做样子吧。改呗，
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，你说了算。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？哎呦呦呦呦！我哪敢跟你阴阳怪气的？哎，你现在都跟我是平级了，手里还攥着文化街，你要是那本事，别胡搅蛮缠啊！我胡搅蛮缠啊？你说我胡搅蛮缠？你都听到外面人怎么说了吗？啊？我胡搅蛮缠？你管别人怎么说？你要在乎别人，我们什么事儿都管不了。我没你那么洒脱。这些事儿从头到尾你都很清楚，我骗过你吗？我逼过你吗？莫名其妙，我告诉你，爱干不干，不干拉倒。你，改，别生气，我让小罗他们改不就完了吗？